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我们请顺心博继续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原物料以及这个南地啊，到底会不会涨？这些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关心。好，那一个我们刚讲的嘛，哦，我们刚哎，这两间公司深丰啊、南地啊、哦，今年来从低涨上来，一个涨三倍，一个涨了两倍，赚两倍了，快接近了。那你要看他说到底是涨真的涨假的，那。股票要涨，伴随的就是你获利要能够上来嘛。那你看这张图表，哦，这个我是把它换算说，啊，南地它出货，还有包括它毛利的关系的一个曲线图到底怎么样啊？你看一个第一季的框框，跟第二季的框框，跟第三季的框框，你比较起来，那其实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 EPS 每股获利怎么样啊？也不用解释太多了啦，哈，那。这个就是南地，哦，我以南，因为我对南地比较熟，所以我拿了南地来做资料，哦，那你就知道它到底是涨真的还是涨假的。所以因为它的获利，哎，安娜等哦不要紧，它的获利可以不断每一季都在用跳的这样一直涨的跳升上去，所以你才可以看得到说像深丰哦从。啊，这一波涨了296%，南地涨了186%。那既然过去这一段期间涨的是真的，那原物料股是这样啊。原物料股过去这一段时间提升上来，那后面还会不会续涨？你去看技术面、看筹码面都没有用。你要思考的是，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环境是不是还存在？最重要的是，它下游的需求还存不存在？下游的需求就是用最简单的来讲嘛，啊，现在即使疫苗出来、解药出来，你认为医疗手套还需不需要？还是要嘛？那因为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我曾经看到那个台大医院，台大医院的那个医疗人员呢，我特别强调说手套几乎都不够用。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孙英杯啊，有跟我们提到相关的一个内容。对，其实台大医院就差不多半个多月前已经上新闻了嘛。哦，他们的那一个总管理处的人就出来抱怨，然后希望政府协助嘛。对。那其实在我在更早之前两个月前，新光医院的副院长也出来面对媒体来呼吁大家嘛，希望看有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嘛。那一个医疗手套的库存在两个月前就喊说库存只剩下3个礼拜，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很紧缺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说啊。哦，我说，这一种像深丰、像南地的这一种原物料股，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个下游的需求。那我就带各位来看看，它下游是什么？它下游是手套厂。我们来看全世界最大的手套厂，它在九月底所公布的这一个简报档，啊，那我把帮各位所整理出来，哎，全球手套的需求啊。他们所预估的未来的这五年就可以达到倍数的成长啊！啊，你看他从那个2018年哈，每年的需求从2560亿只，预估到了啊，五年后可以成长到差不多4800亿只，这个是全球性的，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下游它的成长需求到底怎么样。但是可能这个可能各位不好理解，你来看这张图就好啊，590天，很当啊，我靠，就是这个是顶级手套，他对法人的简报，他说因为这个 NBR 乳胶啊，手套的能见度长达 lead time， 就是交货的时间高达590天，最左啊中间那个紫色的，他讲在疫情发生之前啊，你跟他订货。预计交给你的时间平均是30天到40天，然后在今年1月份疫情爆发的时候，乳胶手套的交货时间就冲到300天。上个月底，他的一个简报跟法人简报啊，你现在跟他订货啊，你要等待600天啊，590天，都甲要排队，甲要排两档。你当时听过一个行业讲吼，你要订货要两档后甲揢会到的。而且冷当料，嘿，冷不刚死啊！这怎么这做干掉没？做干掉没？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在看这一个啊，像看南地、看深丰这种乳胶原物料，我们觉得说
搞不好这一个是很难得才看到的一次机会。而且你看，不是乳胶原料在涨，其实下游的手套是涨得没天没了。以前一盒手套一盒一千只的手套，以前报价是$18，现在已经飙涨到70块，而且70块你不见得买得到，你要排队排2年，那你就知道说这个需求到底有多夸张了。那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在，你也就可以看到说未来2年，像全世界最大的顶级手套，它就预计在未来2年，它持续的扩展的幅度高达36%，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总市值是170亿美元的公司，未来2年扩展幅度高达36%，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啊！下游做手套的疯狂大扩产，你上游提供原料的一定是有多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了因为手套扩产其实不难啦，因为那个技术不会很高深嘛。可是你生产原料，你要牵扯到管线以及跟那一个内接厂的那个管线运输的问题，里里扣扣麻烦一堆啊，包括环保问题啊。那我们刚讲的蓝地深丰蓝地是全世界第三大深丰是第七我这边是有点错误，深丰是全世界第七大厂。所以你看过去这段期间它的获利营收上来，那接下来你看到下游的需求高达排队那个出货lead time交货的能见度高达590天，你就知道说这一个到底是涨真的涨假的，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涨。那原物料它涨是在涨什么？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你不熟悉原物料，不熟悉我们在看的这些老 COCO 的传产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用电子股也有原物料股来讲，我讲个以前的故事，老 COCO 的故事给你听。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2004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我跟王博认识的那一两年叫做太阳能元年啦一尊04一尊茂迪刚上市，刚上市没多久嘛，茂迪刚上市没多久，然后大家开始在追逐太阳能然后茂迪上市没多久，这样突然之间从60-70块啪一声涨到，中间经过好几次的除权除息，用2-3年的时间就涨到985块，接近准备要破千才休息，因为全世界都在疯抢这一个太阳能板嘛那整个茂迪就在2004年到2006年那一波足足涨了25倍，电子股的茂迪。在那几年有一家公司也上市成为股王，就是易通。易通后来那个啦虽然刚下市，刚下市，易通虽然后来下市了，因为那就是一个投资的趋势，全部的人看到做太阳能板好赚，就拼命在扩产，但是扩产的结果，你工厂起出来，你爱原料啊，你有那盖了那么多工厂，你原料从哪里来？所以后面的故事是怎样？就开始在抢原料，巩固料源，追价你一栋买300，我一栋买400，一直堆起来，一直画起来然后从一直追到天价锁长约。各位如果说好可怕，想到锁长约就真的是大家是欲哭无泪啊！我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还没认识顺心博，可是每一个新闻出来告诉你去跟谁谁谁又跟谁签了一个长约，而且是10年，10年，而且是天价。对，我记得没有错，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故事，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环球金后来这个徐秀兰接开始整治之后徐秀兰她去买了一家这个应该是桑 Edison 的这个做做晶圆的那个晶圆厂，做晶圆的那个做晶圆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过去跟玉晶签了一个很长的长约这个名字一时忘记了，4个英文字拼在一起的晶圆厂，后来也都是亏到爆炸了，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因为长约签得很长，长到最后它原料市场跌的速度也是很快，对，所以他们呢出这些他也是赔钱。然后就后来呢，跟那个玉晶跟这些茂迪全部把这些长约呢，全部他们都赔钱赔给他们之后，他还无法负荷，这真的是非常惨痛的一件事情，非常惨痛。但是我说真的，
后面惨痛，说真的啦，你一个做一个股票投资者，你管它多惨痛，你如果有办法吃到前面这一段，这才是重要的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就才会讲这一个太阳能的故事。当年十几年前的太阳能在疯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疯狂起来，我相信很多曾经参与那一段 的朋友，很多人都发大财退休了。人发大财退休、然后那时候对这个行业了解到，连俄罗斯的股票也在看，那时候在看俄罗斯的那个 Rubicon 嘛，什么因为俄罗斯的掌金技术嘛，对对对对，对不对？蓝宝石基板嘛，对不对？那时候最夯的。最夯的行业就是在这里，月峰啦，还有那个月峰八一二一的月峰啦。后来中美金还去吃那个什么，吃兆元嘛，对不对？哦，那个时候哦，红得不得了啊。但是我说，刚开始是下游的太阳能厂先涨了哦，好几倍上来，好，这整个波段涨幅是25倍。然后各位记住啊，下游的太阳能涨25倍，那我讲的啊，下游开始扩厂之后。差不多6个月到一年之后，上游的原料厂会怎样？因为原料都红收起啊嘛，就换上游的原料厂涨，开始涨，整个太阳能机啊掌金的原料厂，在台湾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美金嘛，啊，你如果把这两张图你去回去把它对照的话，你会发现中美金在茂迪起涨的。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它也从底部开始慢慢涨上来，而且几乎不回头。它也是用两三年的时间，涨幅也超过20倍。这个就是啊，下游疯狂盖厂，然后经过半年一年之后啊，不会有意外啊。你就看上游原料100%不够用。现在我在看这一个行业就是这样，下游马来西亚。四大手套厂都疯狂的在盖厂，不是只有我们刚刚介绍的顶级手套哦。泰国也有很多手套厂，泰国是用政府的力量帮厂商找土地要盖手套厂。越南也进来盖了，印尼更不用讲，整个东南亚都疯狂的在盖手套厂，因为中西人没看过做手套可以卖那么多钱的。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其实哦，那个刚才顺心博了哈。那李快都有提到说，现在那个台大医院，然后星光医院，他真的都很缺手套。我昨天才去看牙齿，你知道看牙齿那个牙医啊，每看一个那个所谓牙医的那个患者啊，牙齿的患者，他要换一副手套。对，一个。所以你看哦，我去一个牙医诊所、哦，你看他从下午排满满的、啊，你知道那个看牙齿现在对不对？可能是那个现代病啊，现代人的病啊，对吧？你的牙齿也都是问题，不是吗？那你看哦，严重啊。然后你看哦，他只要一个看牙齿的病人来，就是一副手套。所以我就想说，他那一个下午可能要用多少副手套？那以前是OK 的，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催生了所谓手套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啦。对，那就是因为。其实手套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它几乎就每年有10%的一个复合成长率了。那这一次的疫情，让整个手套啊、变成全世界很疯狂在抢购的，因为不够用的是不够用啊。那因为不够用，就我们刚看的嘛，哪有那个你从现在订货，然后到拿到货品要等待590天，这是变那蛋啊？而且你相信吗？那些马来西亚那些做手套的，他卖手套的毛利比台积电的毛利率还要高。那你说那个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会不会疯狂大扩厂？手套的毛利率不要怀疑，他的毛利率就是比台积电、比联发科还要高。不然为什么以前一盒十几块，他现在可以卖到70块、80块美金？你去换算一下嘛，那个毛利率没有。没有70吗？没有80吗？对不对？那下游疯狂盖厂，接下来很快的，你从今年底不用等到圣诞节，你就会发现大家要开始抢上游的原料，也就是 NBR 乳胶的原料了。这个就是我今天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个故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去你看到它的财报，看到原物料的报价，你就是可以理解。
它这一段是涨增，过去这一段涨增的。那未来你从下游扩厂的幅度，那你就可以更轻松来讲，到底有没有续涨的空间了嘛？啊，那这种东西我们再看，看南地啊，南地是涨得比较慢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南地，是因为在涨得比较慢哦。投资人不喜欢涨得比较慢，没有。南地是十三年前、哦、啊，我不是做投顾做的离离啦啦离开投顾。二一零八啦，你打成二零一八啊，二一零八了。哎啊！我离开投顾业单飞，我重压长报的第一档股票，赚了第一桶金的就是南地。你说你赚了钱去换车吗、啊？没有，这一个是在这一个是在那一个2006、2007的那一年啊，那一年我就离开投顾嘛啊，离开投顾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投资人，我就把在投顾赚到的钱全部都压在南地身上嘛。所以我对南地是已经是对他的产品公司架构什么已经追踪了一二十年，那、啊、这一次的机会又来了，所以我就很兴奋的跟大家来分享南地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公司。那我们如果以一个数据来讲，财务数据来讲，其实我觉得我估的不会很离谱啦。他第三季的营收已经公告了啊，就是34.5亿左右，那比第二季因为他的报价不断的在往上涨。啊，就营收就增加了27%，那毛利率我预估在第三季就可以突破40%了。第三季的 EPS 每股获利，我个人预估，我想1.6块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啊，那如果我这个很保守的数据是 OK 的，1.6块的意思就是第三季就赚赢上半年的啊的总和了啊，第三季就赚赢上半年总和。那第四季啊，赚个2块钱以上，我认为是今年是赚多少钱啊？这样子，啊，你自己加上半年扣半嘛，啊，第三季个扣半了3块嘛，第四季2块，安尼就5块啊嘛，啊，但是我你看到上面的你的是比较保守的，我记得没错，不帮你写5.5块啊，因为这一个白纸黑字不能写太乐观了、啊、哦，对吧？我宁可低估，然后实际出来，因为。从产业那一边所确认到的讯息，啊，听说啦，大家听听就好。这个等财报公布就会见真章了嘛，啊，听说会让整个市场非常的 shock， 非常的惊讶啦，哎，那南地它因为是合约价的关系，涨势是比较落后的，不像深丰起涨那么快。可是你看到后段来哈。哎，续涨能力比较强的反而是南地。我这边有弄一张表啊，这张表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可能这个啊、哦，南地的股本啊、哦，它是第三大，它股本有接近50亿，49.2亿。那深丰比较小，是小型的专业厂，那股本小，只有10亿多啊、哦。那你如果股本乘以股价，你就可以得到总市值嘛。以南地它的总市值现在是300亿，深丰是222亿。哎，各位看到下面这一行哦，我们要用产能来看，南地的产 NBR 产能哈、哦，年产能有28万吨，那深丰有12万吨，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换算下来，你就可以得到说，它每一万吨的 NBR 产能到底是值多少的总市值？啊，你能从这个来做比较就知道了嘛。深丰它现在每一万吨的总市值有18.5亿，但是我比较喜欢南地呀、啊，南地目前每一万吨的总市值才10.74亿嘛，所以如果说从续涨的角度，那当然是这一种南地这一个是比较有想象的。光是南地要追上深丰，就大概要再涨80%的意思嘛，我这样帮你。這個、用心算一下了，这个你也知道嘛。以顺心博的意思是这样子，不用80%嘛。其实如果在50%就100%了，在50%的话，哦、对、啊，在50%在现在62、63嘛，在50%就90、94、95了，对，就差不多那一个。所以大概心目中是这个价格就对了。就你从这一种比较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股价，它的想象空间到底是？而且如果深丰又继续上去的话，南地也是会继续上去的。对，这个是同步的嘛。那这一种
我是比胆子比较小啦，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冲在前深峰，它的评价高，所以如果这个产业有所震荡啊，这个深峰在整理的时候，南地还不见得会整理啊，因为它比它晚三个月起涨，那也会比晚它三个月才见到头部嘛，所以我们看到深峰头部出来了啊，我们南地要啊脚底抹油都还来得及嘛，这个就是我今天来分享啊，深峰南地 NBI 乳胶。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今天的水晶杯啊，来主要是把它的所谓操作的一个想法哦，一个看法，怎么去选股啦，比较重要啦，因为如果说投资朋友只是想要做一档所谓的手套的一个相关概念股，你倒不如把那个想法扩大嘛，因为以后你做每一档股票，如果你都是着眼于未来的成长性，哦，我觉得其实股票市场可以找到的赚钱的标的是很多啦，哦，对啊，其实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啊，我就是一直都是我讲的嘛，就是一直在想明年我们在看的这家公司，明年它会怎样，后年它会怎样嘛？啊，蓝地因为它这个是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哦，它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就涨上来。否则，我跟你们讲的哪一档股票不是前面半年都不动的？其实说真的，我很希望以后顺心博有空真的要常来，因为我刚刚他这样一讲，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这个三年十倍这个群组啊。过去其实我们几位在讨论，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成员，一个是 Lucas， 这也是神人到爆炸的那种神人，啊，对，他所看的东西都是让你跟你不一样。他最近看了一档股票叫中孚，啊，对，这连顺心我都觉得不知道在干嘛，我都连我都，他说一直摇头，你自己看中孚怎么走的，你只能用佩服，还有一档是什么？公信，对，公信，对，他们每个人公信三部曲，真的每一个人专业角度都不同。接下来还有下一档，事实上还有这个，我们上之前看到，就想我讲南地哈，南地这一波怎么来？除了第一次我在3月30日我看到，哎，南地，我因为我听说这个乳胶手套需求，我就问了一下这个顺心博之后，应该是在这一波的起涨点吧？那前面想有一天顺心博忽然就丢了一句话说，赶快买南地，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几天之后啊，南地要公布财报还是法说会？法说对，要法说会，就公布完之后 PO 就上去了。所以我们那群组有时候都是要盯很紧。哇塞，苏金博，然后在苏金博在7月份的时候说，这个他已经说这个新路哦，3703新路要起涨了。我说真的，我这一阵子我在我的节目也讲过，现在所有在 Facebook 上面公开收会员、假的收会员、收学员的，都说他们买了新路赚多少钱。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们赚的钱啊，说真的，乘以二都没有顺心博赚的还要多啦。不好意思，这个不小心把顺心博这样揭露出来了，因为他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点。当然，我讲的时候或许更低，因为我讲的时候是2月份哦。不过那个时候其实差不多啦。其实中间经过崩盘，有人说开玩笑说啊，都跌了20%，你会不会出？真的，如果你融资买的，你不出都很难，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这个当然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加入三年十倍这个群组，但是呢，我们就帮大家分享这些，其实过去你可能比较没在看到。我想现在南地可能已经红了，但是我说真的，在2个月之前，谁跟你谈南地？很少很少，可能有部分有一些人谈。甚至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有一次去顺心博家，我们习惯到他家，那刚你看到那个荧幕上面那个顶楼哦，去小花园煮个火锅，对不对？喝个小酒，主要是喝酒了。对，有一次。照例喝醉，一直追打我啊！就我也不知道被打，然后顺心博说：“哎、欸，张告受伤无？”我讲：“啊，啥物代志？”伊讲：“照例搞到拍哦，那拍谁来？”照，因为是你比较醉，好像是我比较醉，因为我们都是去那边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大概看到什么。记得那一次在清醒的时候，顺心博跟我说，叫我要留意台达电长期的趋势。你想都想不到，那时候台达电应该是两位数的，你要留意台达电长期趋势哦，那个。他这边讲了半天，我记得说台达电哦，你看到其实过去你发现到，其实今年台达电真的是开始大放异彩了。他开始把他的台达电整个收回来之后啦，甚至包括整体他对在电源、对节能上的布局，说真的，很多时候我都能够跟顺心博能够这一个激荡出一些让大家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啊。说真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当然很希望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这是包括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我们的这个制作单位帮我们播一下，王博下个礼拜有一个新节目要播啊，我们帮王博播一下他的一个 promo 带，我帮他播一下。重点看到什么？这个妹妹蛮可爱的，王博介绍一下这节目要讲什么？哦，那个散户进化论啊，这是新的那个全新的那个节目了哈。
那当然节目的内容哦，就是用上课的方式，课堂跟同学互动的方式，把一些股市操作该注意的细节啊跟大家分享。王博以后不要再用那种20年前的照片好不好？20年前的照片，你看现在头发那么少，那个看起来不像王博啊。啊，你不知道反差萌吗？所以下礼拜记得投资朋友，当然这个除了我们每2周1次的顶尖对谈，下礼拜有顶尖对谈哦。下礼拜老江他说他股票已经准备好了，那大家先注意一下哦。这个上个礼拜什么坤盈是不是？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真的只有双手一摊，他真的是跟神一样的厉害啊。不错啊，你的股票也涨了，我的股票也涨了。中兴电、华城有什么好讲的？啊，我精彩也涨了，一月就讲了，对不对？这我们只是捡。我说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是说牛顿站在的是这个伽利略的肩膀，我站在是顺心博的肩膀上，所以我看得比较远一点啊，这不好意思，这偷人家东西而已。你体重那么重，顺心博承受得了吗？我们是比喻嘛，对不对？所以我最近有贴三pass啊，这下腰比较痛啊，对不对？减肥要减肥。我们很希望说，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不管是我啦，不管是顺心博，不管是这个王博，甚至包括老江，我们希望大家用一个比较长线的方向去思考，你不要去说看到今天赚了多少钱。我说真的，你今天会赚多少钱，你可能明天就会赔多少钱。你每天去追那涨停板，我是一直，尤其最近你看层出不穷的那个一居事件哦，不是放 A 片什么的，当然王博就说一居事件不是传输速度哦，这个孙金博应该也知道，孙金博可能就比较去了解这一块，就是凯基台北一居事件，昨天又冒出一个什么群益康和哦，康和了，康和给那个特那个他的 VIP 弄了一个那一居的，你要怎么传输的赢他们，对不对？那你光是每天要传输的赢他们。我说真的啦，你头发可能都白了，你可能每天紧紧张张、神神兮兮的，你何不像顺心博一样，真的认真的去寻找一些明年要涨什么？事实上，我刚刚在进来，应该说在录影之前，我已经问完顺心博明年涨什么，但是我们卖个关子，等他明年再来讲，好吧？我已经问完了，你要能够知道明年涨什么，你有时间慢慢去布局，你不要去在乎说现在买多少钱，对不对？明年涨什么，你慢慢去布局，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今天买到，今天没买到，我要涨停板了。那说真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说那整个的一个价值投资的真的精髓啊，就在于说你能够寻找到能够涨好几倍的股票，然后怎么样安安心心的，像顺心博闲着没事，有时候我还赖他说，哦，我去，他前一阵去哪？去爬山，对不对？去百岳的哪一座？全台湾最轻松的百岳，那个石门山。哦，我也爬过，好不好？那个一天那个几小时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一天爬两座啊，我还有爬对面的河湾尖山啊。哦，是哦，那都用走的都。真的是用走的，不用爬。那个我是那个我石门山我也爬过，我唯一上过的百岳石门山，因为我上去拍日出哦。但这个最近后来背到肩膀受伤啊，对不对？你看苏俊博生活不管是什么，有时候赖他。我在高雄种菜，对不对？公你种个菜种到高雄去，你马上报告离谱哎哦。不过高雄人，高雄人啊，一个然后刚刚拢南部人，老江嘛是台南人，赶快。所以我说很希望大家说真的。慢活的方式哦，找到真的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式。当然，你希望杀进杀出，我们不能阻止你。但是呢，找到一个慢活的投资方式，价值投资，然后赚到大钱，这是我们顶尖对谈啊最希望能够帮大家做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的去邀请到顺心博，希望以后多有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最近投资上看到什么。至少从生活选股，这是顺心博的专长之一啦，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未来能够让大家知道。那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